1950年的新中国面临最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在南方大山深处，国民党残部蠢蠢欲动，国内有近10万谍匪潜伏在各大城市，搞爆炸、破坏、散布谣言，甚至于暗杀。在北方边境线上，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介入朝鲜战争。在中国的国际间谍则利用他们的特殊身份，从事破坏新中国政权的活动，妄图颠覆新中国，改写中国历史。在外围警戒吗？回去！看你们打我手痒啊！注意安全。是。曹科长，科长，你看，
姓光。啊？刚才打死几个特务啊？你少说两句，坏了科长规矩会麻烦大的。啥规矩啊？危险行动，其他人不能打到科长前边。秀光，你给我少说几句，我这不是教育新人呢吗？李处长，您怎么来了？抓到人了？抓到了。好，上车，赶紧跟我走。什么事这么着急？我还得审他们呢。有大案子。是。9月18日，公安局侦巡处截获了山口龙一寄往日本东京日州产业株式会社的一封航空邮件，里面附有这张草图。草图居中的建筑物代表的是天安门，这里是金水桥，华表。这两条又黑又粗的抛物线，一条指向天安门城楼顶部中央，日文注解是从日本买来的消防压水机能超过这个屋顶，而另一条抛物线指向天安门中央主席台的一个人，日文注解是到现在水还是达不到这里。根据判断，我们推断敌人企图阴谋炮轰天安门。啊，这是妄图颠覆新中国，与人民为敌。我看他们是吃了雄心豹子胆。这国庆节马上就要到了。是啊，可千万不能出差错。把这些独特的资料都收集起来。好，您放心。部长。总理批示，事不宜迟，迅速破案。同志们，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国庆大典，我们一定要粉碎敌人的阴谋，在国庆之前侦破此案，保证国庆大典和中央首长以及人民群众的安全。曹承志同志，到。你对案子有什么想法？日州产业株式会社与美国中情局的关系紧密，我判断这个案子的背后与中情局肯定脱不了关系。按照他们过去的做法，这样的惊天大行动不会只有山口龙一一个人，背后一定还有一个更大的国际性间谍组织。嗯，你的判断啊，和刘新明同志的判断是一致的。刘新明同志，到。你配合曹承志同志破案。是。重担千钧，案件复杂，你们一定要破案。是。曹科长。曹科长，你就是那个从苏联回来的理论家。嗨，什么理论家呀？破案可不是靠纸上谈兵，我靠的是脑子。有把的手劲儿啊！我可不是靠吃稀饭长大的。说说，对这案子有什么看法？重点查北京的外国人，尤其是日本人。对，曹科长，我什么时候去专案组报道？你已经报道了。现在开始工作吧。是。陈三儿，你还是不肯交代问题。你们呢，在我这儿什么都得不到，要不干脆把我毙了。陈三儿，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给长官留点面子。陈组长。过去好赖也是军统的处座呢。哼，老子能够留在大陆，想的就是马革裹尸，忠于领袖，以身殉国啊。你们的人要都有你这种意志，那我们共产党人很难赢啊。你们也别在这儿跟我唱什么双簧，就你们这套，老子早就会。只不过那时候全都用在你们共产党身上了。陈三儿，你犯的罪恶足够枪毙。我们现在是给你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要不要你自己选。
山口龙一是谁？没听说过。你最好老实交代。我对李秀发誓，我对天发誓。那你为什么会私藏迫击炮的炮弹？前几天我听见有人说，黑市上有人花高价钱要买，所以弄了两箱，想赚点钱。炮弹从哪儿来的？潜伏的时候私藏的。什么人要买？不知道什么人，我还没有联系上人呢，你们就把我抓过来了。 如果以天安门为炮击目标，山口龙一最有可能选择的武器是六零迫击炮。六零炮体型最小，方便携带，容易操作。它的射角是45到85度，最小射程呢是50米，最大射程是3500米。但是如果考虑到当时的环境以及诸多不定性因素的情况下，还有风阻的问题加进去，可能它的有效距离会大打折扣，也就是说到不了3500米。我讲完了，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 纸上谈兵结束了，啊，有光。好了，大家都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行，好，不是，等一下，稍等，这做好案头工作才能目标明确，有的放矢。坐下。不是，这是什么时候换当家的了啊？够了，你这。老孙啊，哎，一会儿你去排查的时候。 带着刘新民同志一起去。是，不是曹科长？排查胡同这种方式相当于大海捞针，效率太低啊！这不是我的专长。那你的专长是什么呢？我的专长是根据掌握的资料进行逻辑分析和敌情预判。可你刚从苏联回来，不正好应该去基层了解一下情况吗？好，你是咱们这个组的组长，我服从你的命令，但我保留个人意见。 可以，那你就赶快工作。是，好，嗯，咱们得对，专注研究。有光，陈三说的那个有黑衣人买迫击炮炮弹的这个事儿，你给我仔细的去查一下。是。 这种炮弹，我要了没用。这可是苏联货，50毫米，2M39型迫击炮弹。我需要的是美国货。美国货，美国货太难搞了。钱不是问题。现在政府查得严，不过我倒是可以搞到。我着急。 我的事件不多，事儿越急，价儿就越高。我说过，钱不是问题。这个老张同志啊，在抗战时期就给日本人当过翻译，那时候就是我们党的内情员。他对北京的日本人情况可是熟悉的很。抗战胜利以后，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和一些北京的外国人建立起了广泛的联系，搜集整理了大量的资料。 老张，哎，
这就是我们曹承志科长。你好，你好，请进。 这就是山口龙一的资料。这只有这些啊？只有这些，而且他现在很有可能以别的身份隐藏在北京。日本字儿看不懂。山口龙一，年龄30岁，早期在关东军当过炮兵，弹无虚发。 后被其在黑龙会的叔叔引荐进特高课。日本投降之前来到北京，但此后再无消息。没了。这还有两张新闻简报，一张是他在关东军时受嘉奖的，这一张是他失踪的。 这是药单，找方抓药，再有3天就能痊愈了。谢谢。不客气，请。走吧。谢谢啊。不客气。 到手了吗？信号不对，不能用。其他的都准备好了，就差炮弹了。9月30号之前必须搞到。北京现在查的太严，不好搞，而且对方又加价了。只要能搞到炮弹，要多少钱都给。以后他们会加倍偿还的。好的，我明白。你经常抛头露面，很危险。万一出了事。 就用这个，没有痛苦，我们做的事将会震惊世界。就算是死了，也值得。叫孙伯伯，孙伯伯，哎呦，真乖呀！我18岁当巡警，那年正赶上曹坤第一林元洪下台。 老北京那个乱呀，家里都揭不开锅了。我又怕死，本想拖了这身黑皮挨一刀，到宫里去给溥仪皇帝当太监。谁知道您溥仪皇帝正在裁撤宫内的太监。哎呀，我又只能续当巡警，混口饭吃呗。哎呀，孙叔，吃了吧您呢？慢点儿。好嘞。哎呀，快30年了。 看惯了城头变幻，大王旗，人间沧海变桑田，可以说，北京大小胡同，每个地界我都拿脚不压量过。满北京城，我门清。你就说这门房吧，可是大有讲究啊。刘组长，这个你应该知道吧？不知道。哎，老孙，我是副组长。副组长。哎呀，都一样。 一个样儿，当大官的一般都是寿面门环，草民用不了那么高贵的门环，弄俩蝙蝠寓意有福就得了。老孙，你聊着什么门环？这什么东西，跟咱这案子有关系吗？啊？嗨，我的意思吧，是这胡同不简单，那住在这胡同里的人，他是更不简单了。 藏龙卧虎，藏污纳垢啊！哎，你说这敌特要真藏在这个地方，
那找起来不就是大海捞针了吗？不怕，这不有我吗？走，跟我去教堂看看，那里外国人多。哎，洋人不好得罪吧？新中国都建立了，中国人都站起来了，你怎么还这么怂？哎呦，现在都新中国了，我还怕什么洋人？走。上帝与你们同在。啊，阿门。神父你好，我们是公安，这是我的证件。你们是来祈祷？我们是来办案的。哦，我们这儿只接待信仰上帝的子民。马神父，我们就是想进去看一眼，就瞄一眼。我们这儿没有什么罪人，只有迷途的羔羊。神父，我们是公安，我们有权利进去行使。哎，要不咱就不看了，搞不好就是外交事件。不行。哎呀，神父，我尊重您的信仰，但是教堂是建在中国的大地上，也请您尊重我们的主权。No。哎，神父。哎，要不算了吧。那怎么办？哎，孙长官。哎呦，迟了吗您 ？Mr. 李，你好，你好。有什么事儿啊？哎，是这样，我们俩就是想进去随便看看，就是瞄一眼。可是马神父不让进呢。上帝爱人人，不要担心，我给神父帮你们说个人情。格拉西，没问题。哎，这什么人？一个老相识了，意大利人，中国名字叫李安东，就住干邑胡同。没问题，可以进来。谢谢。愿主的灵魂与大家同在，阿门。阿门。哎，兄弟，你搂着点啊，别走了火。大家都是求财，犯不着玩命。啊！大哥，他有枪。干什么的？用不着这么紧张啊。怎么回事？你不是说有军火吗？弄把假枪就来混事儿啊？是你说的有军火吗？啊，没有，真的没有。有没有？有也是新中国之前有，新中国之后犯法的事儿我从来就没干过。你没说实话。我们哥几个就是看你穿得好，想弄点零花钱花花。你知道哪儿能买到迫击炮吗？大哥，您到底是哪条道上的呀？这年头啊，钱不好挣，
有什么行事啊？咱们一起做啊！起来吧。刘组长，不给你说了吗？副组长，副组长。哎，你叫我刘新明同志得了。好，刘副组长，咱去喝口茶，解解乏吧。不行，工作要紧。老孙，我觉得咱们一块排查效率太低了，还是分头行动吧。怎么个分法？你东边，我西边。4点吧，4点在这集合啊。是，刘组长。哎，哦，刘副组长，一会儿见啊。哎，刺儿头啊。有人吗？有人吗？在这儿呢，来，在这儿，在这儿，你看，他下来了，啊，阎罗下来了，光头发着自相，拿着小本子，怎么了？记什么呢？不是，又下来了，哎，你干什么呀你们？哎，你不，哎，你们听我说，我不是特务，哎呀，大叔大妈，哎，我不是特务，哎，哎，你们干什么呀？干嘛呢？哎呦，下来，哎，我不下来，他是特务。我不是特务，你不是特务，在房顶上拿着小本记什么呢？下下记什么呢？你你胡说！嗯，他是我领导，领导，我亲眼看到的，他要搞破坏，在房顶上鬼鬼祟祟的。哎呦，鬼鬼祟祟的！哎呀，哦，张大妈，我能瞎说吗？他真是我领导。哎哎，哎呦，慢点慢点。刘副组长，你没事吧？我没事。大叔大妈。我是政保局一处侦查科副科长刘新明。哎，他真不是特务，真不是特务。不过大家伙的警惕性是越来越高了，这是好事儿。国庆节马上到了，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发现可疑的人、可疑的事儿，麻溜告诉我。老孙，好，是不是又要有新任务了？甭打听，按我说的做就得了。你呀，放100个心，啥样的坏蛋来到我们这儿呀？都甭想跑，是是是，跑不了。科长，你们来了。哎，科长，给你们呢带了点硬货，先吃饭。这是什么呀？包子呀。这可是猪肉大葱馅的，科长要好好犒劳犒劳。
这里面还有辣椒酱，困了的时候能提提神。真香啊！把辣椒酱打开。文清，这个吉泽国雄以前在关东军做过军医，后来被俘并获得特赦，3年前来到北京行医。他在北京的日本人当中交际广泛，有一定的声望。这个人来过吗？还真没有。你确定？我确定。看来我得去一趟诊所，见见这个吉泽国雄。会不会打草惊蛇啊？如果他察觉了，我就来一个巧山镇虎。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哎，大夫，麻烦你给我太太看看。哦，你先扶她坐下好吗？好。再叫啊，先生。把上次抓过的药吃了，你的炎症就会消了。麻烦您了。啊，不必客气。慢走。先生，请留步。你好，有何指教？你是当兵的吧？是的。看你这姿势，像是日本兵的步伐。先生好眼力。其实国军的军姿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姿我都练过。那你是日本兵了？最早是日本兵，后来被国军俘虏，再后来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过去我也是当兵打仗的。哦，那你现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给了我们自由选择的权利，所以我选择定居在中国，为中国工作，来偿还自己欠中国人的债。哦，这我难受成这样，你还聊这些？哦，再见。哦，来来来，请坐，请坐。科长，那个日本人的情况我们已经查清楚了，他叫刘毅，原来的日本名字叫田中治郎，现在在法文图书馆工作，详细资料这里面都有。看来他没有骗我。不要放过来诊所的每一个人。是，来的病人我们都有记录，连门口的洋车夫都是我们的人。嗯，回去吧。是。曹科长，山口次郎要返回日本了。他要回日本？他还回了吗？不回来了。这么说，连山口次郎的线索都可以排除了。科长，科长，炮弹有消息了。说，今晚10点，他们在城南废弃仓库交易。10点，马上给李处长打电话，你集合所有人，立刻赶往城南废弃仓库。
我哪知道怎么回事？我还想问你呢，还愣着干什么？抄家伙！是。里面的人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休想不上。 刚才逃跑的人是谁？是不是来卖炮弹的？说！四郎。搜。曹科长，根据建国后的第一次数字统计，北京现在的洋人有1700武士人。 妇女、老人、儿童占其中的1063人，在剩下的683人中，我们排查出有间谍嫌疑的48人。曹科长。 各个监控点的情况汇报上来了。吉泽国雄每天坐诊出诊，没有异常。小野浩二每天在工厂上班，没有异常。法文图书馆的刘毅没有异常。他们没有见什么别的外国人吗？平时去法文图书馆借书的大多数都是洋人，另外就是燕京等几个大学的学生。还有。 吉泽国雄在昨天下午去过东四三条的美国新闻处，那儿倒是洋人不少。他去了美国新闻处？对，这个美国新闻处表面上是从事新闻报道机构，实际上是美国中情局驻华的秘密情报机构。这是监控资料。这个吉泽国雄，问题很大呀。吉泽国雄很有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山口龙一。 继续对他进行监视，我就不信他的狐狸尾巴不会露出来。是。另外，在排查过程中，我们又发现了几名嫌疑人，其中有一个意大利人，叫哲利，是个老牌间谍。新中国成立之前，他是个情报贩子，现在在北京开了一家义和洋行当掩护，实际上还在干老本行。据了解，军火交易那一晚。 他下午出的门，晚上才回来。马上对哲利进行监视，但是不要打草惊蛇。是。 Miss Fong。 Miss Fong. Nice to meet you, 哲利. Let's go and talk. OK. 你怎么还不走啊？对不起，小姐，您还没给钱呢。啊，对不起。谢谢。哎，啊，你等一下，我说两句话就走。哎，好。 I'm a little busy right now. I will come to see you later again. It's OK. No problem. See you. Bye bye. 走吧。
方梦，36岁，祖籍北京，1948年跟随英国丈夫查理移居香港，这一次是以探望母亲的名义申请回国的。冯梦在燕京大学读书期间，曾跟北师大音乐系教授霍尔瓦特·伊夫纳学钢琴。日本人投降后，伊夫纳嫁给了美国中情局特工包瑞德，并于1950年4月随其逃到了香港。所以我们判断，通过伊夫纳，中情局的特工包瑞德完全有可能认识冯梦。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大胆的假设，冯梦是受包瑞德的指使来北京和哲理接的头？完全有可能。那个神秘人是不是有可能就是哲理？现在这些都只是推测。马上调查冯梦。来，您慢点啊。去同仁堂。哎，好嘞。妈，没事吧？看看写的啥。这是半张名片，下面这行是 J1532 Post Office Hong Kong。 怎么会只有半张啊？反常就是幺，这里头肯定有道道。底下这行字是香港邮电局的一个出租信箱，这种信箱专给一些居无定所的人代收信件，也就是说能找到谁租的信箱就能找出这个人。查信箱不现实，手续复杂，我们耗不起。你们就把这里边藏着的字母给我揪出来。是。冯梦的丈夫叫 Steven Tyler， 怎么组合都不可能是她丈夫的名字。第一个字母是 B 和 D 都有可能。D， 或者是 B。D， A。D A。V。P。P F 或者 I。D。D。D。E 或者 C。E 或者 C。E。E。明白了，第一个字母出来了，戴维戴德 ，David Dad。接下来是 B A R R E T T， Barrett。David Dad Barrett。说我能听得懂的话，你们到底查出来没有？急死个人了！来来来来来，你仔细看，我看得懂吗？
报告科长，这个人被我们揪出来了，他叫戴维·戴德·包瑞德。包瑞德，就是中情局的那个包瑞德。没错，就是他。你们这是干什么？我可没做什么犯法的事儿。冯梦，既然我们找你来，那肯定是有原因的，希望你好好配合。Sorry， 我不叫冯梦。My name is Alice. I already have British nationality. 我是英国公民，受英国宪法的保护。Chinese law is not valid to me. 你现在在中国的领土上，就得遵守中国的法律。你们这是违反国际法的，我可以去国际法庭告你们。冯梦，你知道这哪儿吗？啊，我警告你一下啊，你最好老实点，别敬酒不吃吃罚酒。It's kidnapping, rights violation. 他说什么呢？他拒绝配合。冯梦。I have learned the law in Europe, and I know the international law you called. Could you tell me what article we have reached for, which chapter or which section? The blood flowing body is Chinese, even if you renamed it as Elisa. Do you understand? 如果你拒绝配合，那我就去申请正式的逮捕令。那个时候，我们进行的就不是谈话，而是审讯了。来，回答之前先看看这个。这个怎么会在你们手里？是，我来之前，包瑞德告诉我，说用这半张名片做接头，哲利那里也有半张。我知道你们大陆公安厉害，所以上一次我只是去认识一下哲利。想着下次去的时候再正式接头。你的任务是什么？就是捎一句话，生意不好做，银根紧，可以卖掉俄国老婆的钢琴赚一笔。就这一句？就这一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表面的意思我是知道，可真的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那架钢琴我弹过，钢板有点变形，卖不了几个钱。没有其他了？没有了。哎呀，你们一定要相信我，真的没有了。包瑞德是什么人，你知道吗？他反对共产党。不仅如此，他还是美国中情局的特工人员。啊？哎呀，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啊！这次回来，我主要就是来看母亲的。是伊芙娜来找我说可以承担我来回的路费。你们也知道，这来回一趟要花不少的钱。再说了，这捎句话又是小事儿，所以我才答应帮这个忙的。冯梦，你知不知道你捎的这句话属于特务活动？我是想过可能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可是我真的没想到有这么严重啊！我要早知道这个样，我肯定不会拿他们钱的。天安门的事情你知道吗？不知道。哎呀，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公安同志，你们一定要相信我。好，我们相信你，但是希望你能够全力的配合我们。嗯。文清，你送冯小姐回去，保证她的安全。是。哟，爷，您坐好。走嘞。
等一下，等一下。哎，哟，先生，怎么不走了呀？等等再走。哎。去那边。得嘞。现在我们能确定的是，哲力也是这次阴谋炮轰天安门案的成员。那冯梦呢？我认为冯梦只是被利用了。生意不好做，银根紧，可以卖掉俄国老婆的钢琴赚一笔。哎，你们觉得这句暗语什么意思？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说明他们马上要大干一场了。根据冯梦的交代，并不是第一次把名片交给哲力，却还要安排在第二次会面。我认为这是一种试探方式。有了第一次正常的接头，哲力就会做好正式接头的准备。对，而且如果哲力发现自己暴露了，他就会拒绝跟冯梦进行第二次见面。那时候名片还没有发出，他就能把自己摘得一干二净，也不会威胁到冯梦。敌人很狡猾，所幸哲力没有发觉到我们的行动，这次秘密抓捕冯梦很成功。哎，那要不要抓哲力呢？还不是时候。我们只有半张名片，也没有其他的证据定哲力的罪，现在抓他，只能是打草惊蛇。我的意见是让他们顺利接头，利用哲力，引出山口龙一和其他的特务人员。不好意思，这里有人了。Miss Fang,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咖啡厅老板的底细已经查了，是个苏联人，没有问题。好，他们已经接上头了。Sir, 两杯咖啡 ，American coffee.谢谢。Thank you。Miss Fang, do you bring the stuff? Yes, yes. Slowly. This is the certificate for the success of our meeting. Okay. Do you have other news? Hey, leave the message for you. 香烟，香烟啦！香烟，卖香烟嘞！香烟，先生，先生，来包香烟吧，来一包吧，
上好的香烟都是。哎哎，先生，哪一把碗？先生。 This is tough way to make a living. They have not much money in this business. But we can sell the panel of the Russian wife to get some cash. I also have a message for him. 万事俱备，只欠通风。 喂。 一杯红酒。好的。有什么事吗？央行有点事 ，I need to go back for you. Thanks. Alla tua salute. Cheers. 曹承振，你怎么搞的？哲利死了，冯梦死了，这么重要的线索就这么断了，你让我怎么向上级汇报啊？我也没想到，搬来回杀手个程咬金来，今后意外情况必须考虑进去，这点随机应变的能力都没有。是我大意了，专案组不是早就判定敌人的行动是有组织的吗？如此大意，这要是在战场上。 捅这么大的娄子，都该枪毙了！我愿意接受组织的处分，处分。你想得便宜，等办完了案子，我再处理你。是。小心啊！一会儿我们分头去了解一下情况。好。哎呀！慢慢民呀！ 你们怎么这么不小心呢？您别急呀，我们再给您撂上不就得了吗？轻一点啊！您放心吧，这木头摔不坏的。哪也要轻一点，腰不扣你们工钱。好，轻点装啊，千万别弄坏了。哟，李司特里。啊，孙长官。你好，你好。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哎呀，这是我的木头，要捐给教堂。
哎，志飞，搭把手。哎，不用不用不用。哎，谢谢了，谢谢。我知道，你们基督徒管这叫做奉献啊。哎呀，你可真是懂得多呀。你们几个快一点。啊，麻烦结个光。好，得了，来来来来来，让开让开。走了，走走走，慢点儿，慢一点，慢一点。 这老外的中国话说的还真地道，走，走走走。Father，这些木头是捐给教堂的。哦，我的孩子，上帝会保佑你平安的。国庆节马上到了，咱们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安全第一，有什么情况要及时上报。前几天啊。 有一个叫李安东的意大利人，又翻修房子，这事儿我觉得挺可疑的。这人，他不就是有俩臭钱儿，烧包吗？哎，有什么可疑呢？来来来来，坐下说。原本呢，他这房子去年刚翻修过，今年没必要再翻修了，可是他又修，还换梁换柱的。哦，刚才我们在路上碰到李安东了。 这不就是一堆破木头吗？有什么可看的？你们在干什么？哟，马神父，你们为什么要监视我的教堂？难道又是来找犯人？真是忍无可忍！我要向政府反映这件事情。哎，马神父，误会，误会！我要控告你们。 别着急，我们走，我们走，好好，我们走。哎，哎，你说这吉泽国雄可真是逍遥，那个日本艺妓又来给他唱戏了。看来他听戏的瘾头还挺大。嗯，不过日本女人唱戏我倒见过，跟咱们京剧比可差远了。哎，你说他会不会因为哲理的事儿察觉我们在监视他？ 他天天在这儿看戏，装作没事做。哟，那咱真可得对他多加点小心啊！啊，科长，这么晚了，吃点东西吧。不，你这么看着，能把山口龙一看出来啊？ 就剩下吉泽国雄这一个线索了，千万别出什么岔子。喂，什么？吉泽国雄不见了？我们也没有想到。 他会男扮女装的跑了，直到后来艺妓出来，我们才知道上当了。他这是给你们演了一出金蝉脱壳。那个艺妓问了吗？人已经控制起来了，可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只说吉泽国雄让他过来表演，表演完吉泽国雄就提前走了，让他晚两个小时后再出来。诊所搜了吗？没有命令，没搜。 科长，你看要不要搜一下诊所？这个不急。你觉得他是跑了吗？很有可能会跑。是不是哲理的死打草惊蛇了？他的任务没有完成，我们也没有查出来他的犯罪证据。他为什么要跑？我倒是觉得。
他是要去干一些勾当，怕被我们的人跟踪，才演了这出戏。你的意思是，我们这个监控点暴露了？很有可能。他为了完成任务，就化妆出逃，为的就是躲开我们的视线。那他们的下一步行动会是什么？准备后路。这样。 你马上给李处长打电话，增加警力，全程盘查，一定要把吉泽国雄找出来。另外，把好每一个出入北京的路口，一定要重点盘查那些可疑的车辆和人员。是。 曹科长，有眉目了。在去往天津的路卡上登记过一个可疑车辆，我们已经通知天津警方协助调查，重点是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和海港码头。好。 你辛苦了，请出示证件。盒子里面装的什么？是鲜日蛋糕。打开看看。报警。 好，谢谢。有消息了。据天津警方报告，今天上午10:02，吉泽国雄在天津轮船公司买了4张船票，船票是10月1号下午1:08开往香港的长途客运胜利号。买了船票之后，吉泽国雄在11:26到达启士林蛋糕房，买了一个奶油蛋糕。 蛋糕上有留言，内容是“祝马迪如神父生日快乐”。这个吉泽国雄在下午2:08的时候进入北京，直接去了教堂，把蛋糕交给马迪如神父，然后又回到汉方诊所接诊了几个病人，和往常一样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我询问过教友了，马迪如神父的确是明天过生日，而且有很多教友也送了礼物。船票确定是4张，4张船票是关键，说明我们的敌人至少有4个，而且时间又是敏感的10月1号。 看来敌人是想做了案立刻就出逃啊！吉泽国雄杀死哲利的神秘人，找到另外2个，我们就可以收网了。我看这个吉泽国雄和马迪如神父的关系很是密切啊。曹科长，要不要摸摸这个马迪如的情况？要。
爱是恒久忍耐，有慈爱，爱是不嫉妒。 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爱是永久不息。阿门。阿门。 原谅我所有的罪恶，孩子，主会原谅你的罪过。 今天已经是27号了，如果再破不了案的话，我们将无法向党和全国人民交代。李处长，这点我比谁都清楚。如果30号之前都破不了案的话， 公安部已下决心，派足够的警力全面戒严清查天安门周围4公里之内的每个角落，让敌人插翅难飞。不过到那时候，你我还有脸再待在公安队伍里吗？要再出现嫌疑犯走丢的时候，你就毙了我！毙了你都没用。只要你那里证据确凿，我就请示上级批捕。 科长，我想起一件和马迪鲁有关的事儿，不知道当讲不当讲。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和我磨叽？前些天我穿胡同的时候，有个意大利人叫李安东，给教堂捐献了一些木头。有什么可疑的吗？给教堂捐献木头，按说不可疑，但李安东捐献给教堂的木头是修缮房子替换下来的。聚会的人说， 李安东的房子去年刚修过，今年没必要再修。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我听居委会的人说了之后，就和志飞去教堂看过，没有发现异常，所以就没有汇报。找到了，教堂的阁楼里藏有武器。李安东的情况也查到了，李安东和美国中情局的包瑞德是老相识了。今年4月份，李安东受邀参加了包瑞德主持的美国驻北平大使馆撤离北京的新闻午餐会。 李安东参与行动的嫌疑很大。李安东很可能就是杀死哲丽的神秘人。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能够确定的重大嫌疑人有吉泽国雄、李安东，还有马迪如。对，不是有4张传票吗？这还差一个人啊！我认为抓了他们3个，第4个也跑不了。 李处长，时间不等人啊！好，我报警公安部，抓。 庆祝国庆。
马迪如神父，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保局一处侦察科侦查员，你因涉嫌从事颠覆新中国的间谍活动被捕了。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抓人，我要控告你们。李安东先生，我们在你家里缴获了三把手枪、一把冲锋枪、六百发子弹，凭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抓你。这些枪和子弹都是战争留下来的东西。 我只是抛砖而已。你要知道，我们抓你不是为了这个。除了这个，还有什么？这个你见过吗？我不知道你们的意思。山口龙一是谁？我不知道。迫击炮藏在哪儿了？迫击炮？什么迫击炮？我知道。 我的救世主还活着，虽然我的肉体被灭绝了，但是我的灵魂永远与上帝同在。你觉得你无辜吗？在上帝面前，你同样是个罪人。从教堂里我们搜出了枪支弹药，上帝允许在教堂里存放杀人的武器吗？ 要我说啊，他要不开口，咱们就动刑。不能动刑，这是规定。那个神父说什么也不吃饭，李安东倒是吃的很香。大家都赶紧吃啊，吃完了接着睡。刘光，你擒住李安东那两下子可真行，好家伙，惊心动魄呀！哼，小菜一碟。一会儿再审的时候，你看我的。
有些事儿啊，还得使巧劲儿。前些天我穿胡同的时候，有个意大利人叫李安东，给教堂捐献了一些木头。有什么可疑的吗？聚会的人说，李安东的房子去年刚修过，今年没必要再修。都在这儿呢。就这么几根木头？啊，马神父还捐给图书馆一些，去打新书橱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昨天晚上。昨天晚上。是哪家图书馆？法文图书馆。法文图书馆。法文图书馆距离天安门只有2.8公里，范围在迫击炮的射程之内。我现在就去法文图书馆，你马上报告吕处长。是。先生，你太太的病好点了吗？你就是山口龙一？哼，你们找我找得很辛苦吧？啊！
老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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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曹。别让他跑了，放心，他跑不了。1951年8月17日，因充当美国间谍，阴谋炮击天安门，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等罪名，意大利人李安东、日本人山口龙一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判处死刑。马迪儒因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搜集我国情报，阴谋暴动，隐藏军火武器，处无期徒刑。